曾经流过眼泪，学佛得到安慰。曾经生活艰难，学佛得到平安。成功和失败只是我们人间的一个过程呀，过了就没有了。我们人的一生就像一列火车一样，能够有起点，没有一个终点的。所以上上下下的人都是你的善缘，要珍惜呀。所以辉煌与暗淡只是一种自然。挫折让我们懂得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失意让我们懂得人间的悲与欢。学佛人要懂得人生无常，知足常乐，你才会走上解脱之道。